眼睛。不行。可以洗眼睛吗？不能洗眼睛。好像有点按不动哎，你好像太累了。是吗？你说他头太紧了。对，按不动。然后这个画面，子杰。嗨。这个手法，这个贴的手法，哇。我是 Devil 林姐姐，今天我们来找凯撒琳做美发的，但是一直没有来找他弄头发，我们都去找 Alan。今天就来探班一下了，欢迎凯撒琳，哇，终于来探班了，再自信了许多。哎，真的哎，真的有那个不一样的感觉。你知道为什么啊？因为这边是他的主战场，他平常就是有点害羞害羞的。这个店名叫什么 ？Infinite， 所以你的账号才会是 A B C。对，那 A B C 是乱取的吗？我觉得别人走进来说我要找 A B C， 好像蛮屌的。那我今天想要找 A B C， 想要洗个头，然后帮我吹的有点像 G D 的样子。G D 不是长头发吗？我只是在强人所难。哇，这是一个 VIP room 感觉。对啊，有种那种你出通告之前，上节目之前要来这边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摄影师。大家穿的最花俏就是我。大家想做什么样的服务呢？脚底按摩可以吗？没有这个。头为什么太多？因为大家是不是练习功力很足，我要练很久。可能一两个礼拜就可以练好了。而且每一家的那个洗头的方向都不太一样。这有大方向，像这样叫躺洗，躺洗也有分侧洗，侧洗就是这样洗。侧洗就是侧面的一只手。可是这样是什么意思？侧洗就是有点单手结印的感觉。对，可是来到这家店之后，我就是跟他们一样，就是这样正常洗。哦。坐洗的话，我们店是都不会啦。我坐洗。就是最传统的那个。对啊。坐着，然后往你头上挤东西，然后开始。对对对。不错哎，他其实算是蛮温柔的那种。有很粗暴的吗？有那种洗超用力，他觉得你的头很久没有洗，很痒，很痛，很痛的。他就一直跟他说：“哎，轻一点。”然后他就轻一点，还是很轻一下下。阿妈头皮变很红。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，那个手不是在抬我的头起来吗？对啊。那我到底是要用力，还是到底要帮他这样盯着？不要，就变不起来了。我之前这样撑着，然后那个就是他那也困住一点。哦，是啊。他就是说你放松，交给我就好了，他这样比较好洗。那你再往上看是看到什么？让我看一下。其实看不太到，就看他的脸这样。哦，所以这个台面设计的还蛮好的。现在开始施展他的按摩技巧了。哦，好像不错哎。好像可以。你是不是想洗头了？我想按摩头。他是喜欢按摩吗？对啊。你等下戳他眼睛。不行。可以洗眼睛吗？不能洗眼睛。好像有点按不动哎，你好像太累了。是吗？你说他头太紧了。对，按不动。所以你感觉得出来的？感觉得出来。都是日本吗？对。哇塞，这个肩颈，哇，好舒服，哇，好像是预约要爆满了，哇，进入了三头发，育发系列专业链接强化发明，什么护发的，很厉害，都是顺护的那个吧？对啊，啊，一瞬间就好了，对啊，软软的，有没有帮忙？是有棉花糖吗？像你一样甜的棉花糖吗？走掉。吹头发怎么定好？先反方向吹。像什么都空的。头发会看起来。它这个效果很强烈。对啊。这边应该可以夹20支。对呀、啊，我直接圆起来了。赞！哦，圆圆，小细节，表情很好。可以。我也觉得很可以，很可以。蛮好的。他有没有觉得这样？然后这个画面，子杰。这个手法，这个贴的手法，哇！想躺。
痛，我的头，我的头是不是红红的？所以你现在那个一条雾啊。你看把我的额头粘太紧了，它这样撕下来，我以为是除毛哎。左手拉左边的绳子，然后我帮你拉右边的绳子，然后我数到三的时候一起往左右拉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哇塞 ，Oh my god， 太震撼了，直接拉出来。开拍了吗？还没，还有半小。还有半小是不是？那我就先维持这个姿势。喂，欢迎收看约会 channel。频道这是要改名就对了。没有，还是魔术 channel。今天也会变魔术，但是今天也会约会。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呢，有些人会私下跟我分享一些约跑步的经验，好健康啊，大家懂了吧？所以呢，我就问他们，哎，那你们用什么软体约这样子？然后他们就介绍这个给我。通常都是讲朋友说的，都是自己的经验。有一个软体叫约吗？很直接耶。对 ，Umi 这样，在 Apple Store 上就可以下载得到。哎呦，你拍那么多，我都要上马赛克了。这游戏还不错啊。对啊，今天就要实测，在上面约跑步看看。它的这个 App 呢，有个特别功能，主打私密照。你最爱看的。有看到这个火焰吗？有稍微看得到。点进去。哎呦。哎呀。各种火辣照片。火辣，哎呦，这个。这是你爱的。这个是。至少爱看。海沟哎。我以为你要讲海沟。怎么会有 Discovery 海沟的照片呢？哎，都女生是因为我是男生，对不对？你想看男生对不对？那你注册的时候你要注册成女生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我就约个女生出来，然后顺便可以访问她说，哎，那男生是不是男生的私密照？是就有这种腹肌啊、胸肌啊，我的一些二头肌啊。开始好单薄。可恶！那你要初次约跑 ，Let's go！ 那我们就试着来约喽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的，不负众望，我约到了。Hello， 你好。今天有点小下雨，最近有台风，是就直接去我家看猫。我家的猫会偷拿东西，不会翻跟斗。好，我还要带一个。Let's go。嗨，欢迎来到我家。猫在哪里？猫在哪里？猫在这里。这边是一个金币。把我放在这个地方。对，放在这个地方。哎。哪里来的？猫猫，这你知道在哪里吗？你知道猫在哪里？这里。谢谢。